场世纪暴雨令到香港多处地方出现严重山泥倾泻，导致市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。香港土地有超过六成是天然山坡，以及有六万个人造斜坡，临近民居的斜坡亦都不少。今集理财要贴地，请嚟香港测量师学会主席陈志兴为大家探讨斜坡的责任问题，怎样避免减低事故的出现。